話説呢間嘢其實係冇名嘅，唔緊要啦，大家有啊，富士山一代咯，叫富士山一代呢間，啊，得啦，富士山一代，位於，你做乜個名冇咗？好低調，冇咗招牌，唔緊要，嚟到呢個荃灣嘅，荃灣中心，咁啊嚟到呢間素，總之食素咧，唉，知道差唔多係呢個位就得噶啦，成個食得津津有味，睇下食到，大家睇下，叉蛋飯啊，素食大豆做嘅叉飯。唔知美味，咁啊大家快啲嚟食啦！唉，废话唔多讲啦，大家见到知咩事？肥成哥食得津津有味，知咩事啊？肥成哥，呢个俾几多星？有几多星啊？四点五啦。四点粒星，哇！即系五星嘅五分喎。点晒好。因为唔抵食啊嘛呢度。马车系一百粒星。O K。一百個拳，一百個拳，多謝你陳哥先，今日帶我嚟品嚐呢餐咁好食嘅素食啦，健康，最緊要食得健康。多謝肥陳哥一路陪伴我成長，人生導師，人生導師。嚟緊同肥陳哥會有啲大製作，大家敬請期待大製作。多謝肥陳哥。